今日咧就要介紹永興泉池嘅名人莊。咁富人莊咧就分為一個莊心啊，圓嘅粗嘅一個莊身，上邊分出嚟三支手，呢個三支手，三支手咧就係、是、無與人對敵嘅時候有可能出現嘅出拳角度，去針對性練習，睇下自己能夠有備無患，達到呢個防身啊，同埋呢個練身體啊。下邊咧呢度叫腳咧，亦即係一樣，即係對手嘅馬步。對手嘅馬步形狀係咁樣，咁我哋要進攻嘅時候咧，可以踩腳啦，亦可以下。咁係亦都係要嚟使永興拳術愛好者去衝突，點樣去喺啲莊裏邊去表達同對手作戰嘅一個器材。喺文莊裏邊就係咁樣噶啦。咁咧有好多種方法去安裝嘅，我哋咧又喜歡用個架，喜歡用個架嚟攞起佢。點解咁做咧？一般咧，而家啲人都係以住樓為主啊，洋樓，咁佢唔輕易落地嘅。如果係可以嘅話咧，我哋都係希望有落地裝好啲，即係起碼去拍鏡嘅時候咧，唔會嫌我得咁緊要。咁咧，如果可以嘅話，都建議大家用地裝。如果條件唔允許嘅，呢個方法最好嘅，我哋用咗好多壞啦。OK， 而家就由我為大家演繹一次永興拳術嘅木人裝法嘅上半段裝。
有我，佢將無人生法嘅每一式慢慢講解，希望能夠表達清楚，大家一齊研究。無人生法嘅第一式叫三星取，又有人叫三星連環扣打，到底係咩回事呢？咁做嘅三星取咧，從問手開始出三取，一、二、三，咁就叫三星取。咁三星取咧，有叫連環扣打點扣法啊？嗱，問手呢隻扣手出取，咁翻嚟嘅時候又扣呢隻手再中拳，咁你得兩取喎，扣下邊先取。咁又叫三星連環扣嘅目的就係話，每一拳都有扣手嘅效果。睇我做啦，咁你就三邊除噶啦。咁喺無人裝套路裏邊咧，我哋係打右手先嘅。咁我哋介紹嘅咧都係以三星除為主，因為我哋傳統都係咁玩法嘅。嚇，有人叫三星連環扣，咁三星連環扣咧就以個人喜愛啦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呢個三星錘咧係一個逼步連環打嘅技巧嚟嘅，咁你大家就即係自己去即係酌情咁考慮下，睇到點樣打更加好啲。我建議都係用連環錘嘅方法打，係即係可以打快啲、快啲、快啲，逼入去打。嗱，正話已經試咗嘅係三星錘，好簡單嘅啫。再重複一次，接下來咧，我就會講解七字連環扣打問手三星錘二三。呢個連環扣打咧，從拍手啊拍手，又叫硬手，再轉難手星錘扣手，呢個啦，咁樣嚟扣手收翻嚟，再轉身。轉馬下扣手使耕打，再轉呢邊嚟攔手衝拳，或者攔手衝拳有技巧嘅，你睇我度耕打呢手一攔，而家抽抽，跟住左手上邊呢個時候咁吻合下。你就嚇，而家就唔方便太大力啦。OK， 再轉翻扣手，睇住，奸打，難手衝拳。咁呢個咧就叫七字連環扣。咁七字連環扣打咧？七字扣手同扣手，一個七字兩個七字咁啊，先講完啦。粗口咁講啦，七字咁連住扣，喺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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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扣右扣，左打右打，肯定睇唔清楚啦，嚟多次。三星錘，右手，難手中拳，扣手抵掌，奸打，難手中拳，扣手抵掌，奸打，再難手中拳，學多次。轉難手中拳，好，希望大家都記得到，然後好簡單咁學識，咁我就落到功高啦，係咪？中拳好簡單嘅啫，再重複一次。接住落嚟咧，我就會講解七字連環扣打問手三星拳二三。呢個連環扣打咧，從拍手啊拍手。要硬手，再轉難手衝拳，
扣手呢樣啦，咁樣嚟扣手收翻嚟，再轉身轉埋下，扣手洗腳。鋼打再轉呢邊嚟，攔手衝拳，或者攔手衝拳有技巧嘅，你睇我度鋼打呢手一攔，而一抽抽，跟住左手上前，呢個時間吻合嚇，起出嚟啊！而家就唔方便太大力啦。OK， 再轉翻扣手，睇咗。鋼打，難手衝拳。咁呢個咧就叫七字難扣。咁七字難扣打咧，你七字扣手難扣手，一個七字兩個七字咁啊，咁樣扣嚟啫。咁啊，好似七字咁變咗扣，繼續轉嚟轉去。單手轉難衝的過程，單手轉難衝不是過程，是單手轉難衝後的手按住它開始出來，這就開始單手難衝，看著單手難衝正常突出掟，難到，開手，掟，開手，掟，喺七字能夠再轉翻難衝手嘅時候，突然間轉掟，又係種學問嚟噶嚇，大家去分析佢。嗱，交手難衝，掟，八勁，而家就分析八勁。好冇嘅，嗱，跟住嚟咧就係破翼掌，從精髓，嗱，破翼掌有一組動作嚟嘅，都要注意一下，比較複雜。嗱，精髓，扣手底掌，橫步拍咗條腳，嚟到前，精髓，扣手底掌，橫步拍手，前腳掌。再扣手，咁樣就跪咗啦，拍掌步，停一個，正常，扣手底掌，橫步拍手，前腳掌，扣手入步，拋掌，咁拋掌呢一個動作就叫跪掌，咁睇翻嚟咧就三十手。就叫三底掌嚇，三級手嚇，轉翻呢邊，橫步平腳掌，三級手呢度開完掌位置，嚇，一、二、三，嗱三級手三扣手底掌都係一樣意思嚟嘅，嗱，開掌三扣手底掌一、二、三，
然之後就橫步平北掌，同嗰邊係一樣嘅意思。上步，扣手，抛掌，又係重複一句，抛掌，扣手，抛掌，係即係講嘅句子。上步，三扣手，上掌，一、二、三，我都喺度打字。扣手拉掌，橫步平手掌，入步平手，三扣手，一、二、三，底掌，橫步平手掌，入步平手，回步三扣手拉掌，一、二、三，扣中手，其他個。雞腿，扣手底掌，橫步手平腳掌，入步扣手扣腳掌，三扣手底掌，二三，橫步拍手平腳掌，入步平腳掌，回步扣手底掌三次，二三。破身手，注意慢啲。砸打，砸打，隻手撳住佢，砸落去打人。一隻手撳住打，另一隻手總砸落去打。咁得啊！你一定要扎住，跟住你扎嚇，你話點練？破中手，外身，外身，打，轉下嚟，旋轉向住先打，嗰邊，佢，外身，外身，立手，立手下跟住嚟，就打，呢打向下佢。你就把好你再把好就把我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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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伸手，握手執打，扣手底掌，點破都打，連續打俾佢，破得，圍攤圍攤執打，圍攤圍攤執打，我哋先前嚟講係比較重要嘅，一常用。反正有人俾手嚟，你一掹住咁就打落去，同埋砸住條筋打落去，呢個技巧咧係要多啲練習。目的唔係打個人，係打個拳。你搞清楚，呢手要砸佢，好似拳手咁落去嚇，咁樣嘅。然後呢個就扣手，作用都旋轉，有時打佢，食住隨手打咗又打，打唔到旋，主要係食住隨手。攻防兵器，跟住外身再身砸打，再身拉掌，放中外身外身砸打，再身拉掌，盡量能夠黐條筋。你入唔好咁打，咁打犯規噶，向前打佢就得。嚟講，嚟講多一次啦，唔好咁打。好多同志打佢求其嚟嘅，佢以其咁樣揼落去。大佬鬥痛嘅隻手，嗱你又唔係咁樣嚇，向前兜兜，向前切打落嚟嚇，睇住，我哋注意下呢樣嘢，唔講得笑嚇，我哋當你唔識噶，你應該以前咁樣咁打入去咧，我當你唔識噶，唔係講笑啊，嚟，有橫扎嘅意思，但係主要嘅目的係向前推打。
底橋。嗱，從呢個側架底樣破刀開始，嗱，右手穿條，啊，攤手，亦即係右手，抽起，轉身，攤底橋。正身攤手第二掌，再拍手放手，睇一次破中，下一次就走出嚟，攤手問手嘅形式，似攤似問手，啲形形上去，然之後抽翻轉頭一抽，砰！將身體轉埋咗，將手拉入去，成向上拉下，擺低拳，通常打人。在形下嚇，亦可以上嚟轉翻攤手底腳，拍喺空中，咁樣啪啪咁落去嚇，撳落去，收口筋面撳落去指形下嘅波動中。啊，並且有慢裝法咧，好多時候都破中呢個現象，你就注意下，睇下咩巧妙嘢啦嚇。好，嚟多次，順手，之後破中手，問手。轉身立手踩拳，伸手兩掌，握住，左右身捧，攤手似問似攤，立手，立手，攤低拳，攤低拳嘅意思即係話立住對方嘅手，由對方嘅條手下邊踩上去，踩上去，都幾空耐下嘛，只要一偷到就捅。整個地方將對方打飛佢就得，用指點指點，手指點打腋下亦得，即係冇人裝咧就唔用，唔適宜用手指篤噶，唔係你自己做嘅。佢咧或者會用掌嚟打，有啲用拳添，咁樣敲敲掌就用拳，拳頭上下。咁呢啲好多呢種嘢咧，就靠自己得生。我哋練咧就第一啦，又可以唔傷自己拳咧。咁多數都用掌嚟打嘅，好多有好多人可以執生嘅嚇。係啦，嗱，打完普通手之後，一個攤手問手形式，立手，立手，跟住攤手，將對方手拉住住個拉，一轉身，立手，赤腳，攤手，攤手嘅樣，再拍翻上去，拍翻上去。下邊撳上邊批入，我中手，你都講，咁啊，嚟同我手，好，又同我，好，好，接下來咧。綁手，綁手連埋落去就係掛住，跟住一抽手橫高，綁手掛住，扣手底掌，三四層都連埋一齊啦。跟住呢邊一樣啦，抽手綁手，立手掛住，扣手底掌，連埋一齊。反底拳之後的破中手，破手掛住，底腳唔入去，底腳唔入去，跟住抽手。呢兩個字又住咩咧？嗱，綁手綁腳啊！第一有呢個連環拳咧，主要係揸住夾埋中線，如果唔係撞傷自己嚇。可以 ，OK。睇多次，綁手掛住，扣手連環拳，掛住扣手連環拳。綁手掛住，
扣手底腳，然後就綁手掛起來，扣手底腳，然後就扣手揾一下，扣手鏟面橋，咩話？扣立手鏟面橋，再轉扣打第二下，破中手，扣落打呢只，扣手低手，好，幾多次？扣扣手轉立手，打呢只，扣手低手，破中手，扣立手。鏟面橋之後就是橫釘腳，鏟面橋底掌下中，跟住雙木手橫釘腳，扣打底掌下中，雙木手橫釘腳，扣打底掌下中，拿一隻。兩手立抽松，跟住呢個打底掌下中，立手橫步，因為呢個叫咩橫二步嚇，後腳下中，嗱我哋睇睇腳邊做客，嗱而家就跟住腳客咁樣咧，將立手橫二步。不安定嘛，這個動作的特點就是後撤腳站腳，後撤腳站腳二正穩，再轉後撤腳，咁樣啊，扣手批身挂齐，扣手两掌挂中，扣手批身挂齐，打第掌挂中。嚴格嚟講，扣手批身呢個叫邊陣，扣手兩掌挂中，扣手立手批身邊陣。第九，我就扣立手批身，彈佢都係下呢度嘅，偷彈咁樣，突然間檢彈出嚟，可以打得啦，批身，批身，好，嗱睇多次，呢度就好快上，一吸咗落去，跟住砰砰，砰砰。一爭一批咗之後，黃爭批咗，跟住手一彈彈出嚟，順手扣打起手，就到肩膊中咗，就好連貫。
三品獎轉電影，電影係腳法嚟嘅，影上打下咁意思。佢而家先影首映三品獎。好，電影攤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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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硬腳。好，看我怎么打脚法。看电影的脚法，看见啊，上半段裝就完成了。咁樣啲唔明白嘅，你都無可奈何，我盡量打好啲嘅已經。咁樣咧，就全身，即係睇到我全身嘅練法，咁重複打幾次，咁樣種感覺出嚟，希望能夠理解。嚇、啊，即係反正熟能生巧，呢啲嘢都係人搏出嚟嘅啫。咁我哋係繼承，就係、是、你去發揚。練精拳術其實都好多種流派嘅，我呢種特色好多人都會接受咯，即係都得到咗大家嘅認同，我都好高興。咁咪呢啲認同即係有知己啦。而家我哋由頭打到預影嗰度嘅上身嘅嗰、那個即係上三度嘅手法嘅演練。咁我就打多兩次，你話用定法咧？揾手，點齊？
上半段裝到呢度為止，就結束啦。咁樣咧，我只能夠做到演示，就希望咧就都係希望能夠講得清楚，希望大家能夠即係多個機會去研究各類型嘅變裝技術咧。三圍有三，人就有人，咁樣咧，還都做幾年嘅啫，多得包涵。